AM 和 PM 在时间上代表什么意思？ AM 通常是指一天中的中午12点之前，通常出现在12小时制式时间中，指一天的午前，也就是中午12点之前，即0点到11点59分59秒，如9点10 AM 表示早上9点10分， 3AM 是指凌晨的3点， 12AM 是指子夜12点，与之对应的是 PM， 是指一天中的午后及中午12点之后，即12点到23点59分59秒，如4点 50PM 表示下午的4点50分， 11PM 表示深夜的11点， 12PM 是指正午12点。 AM 与 PM 在英文和拉丁文中都可以使用，经常出现在数字时间的后面。英文中用数字表示时间有两种格式，英文中的早上8点半也可以表示为8点30 AM。